难搞哦，我刚想下去，啊，咬上来了，又打了一串了。现在叫我换点，这也没鱼了，他打完了，现在先回去，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点去。现在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呀。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我就想起我刚到这个岛上的时候，我的打鱼之路就是从这里这个地方、哦、开始的哦。当时我第一次爆发也是在这里啊，一天打了30多斤，那时候，个人最好成绩。那时候，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这里啊，希望啊，就像爆发那一天啊，以后这么多、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水。今天的能见度看上去还不错。可以看得还是比较清楚，这个能见度大概呢呀，也有个5-6米啦呀，就是光秃秃的，除了石头跟海水啊、哦，还有几根这个海草啊、哦。这时候我们一转身，发现两条大鱼哦，在急速的向那边游过去，我瞬间转向，哎呀，稳稳的命中了这条大鱼呀哦。现在啊，火速的往水面拉啊，以防万一它跑掉这块哦。先拉上来看一下这条到底是什么鱼，啊、好不好吃啊？快，给我量啊！9层塔，哎呦，这条好肥，4升极品，哎呀！上岸了，来搞、哦，一条9层塔，哎，还活着。现在阿咬呢，还在下面没有上来哦。我们等阿咬上来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大潮。水流急，没鱼。好、哦，我们的鱼已经放到那个海水里面那里先养着啊、哦。哎，在水里面这里，看见没有？啊，那里呼吸着那个新鲜的海水呀！啊，等它游上来再拿起来，要不然就死了。好、哦，打有什么好？龙趸啊？啊？啊，一条金龙鳗，他打一条，我也打一条鱼哦，打一条啊，我也打一条鱼，啊，好了，现在拿鱼回家了，干嘛？拿我配重。这条得有6-7斤嘛、哦。今天没什么鱼啊，今天就一条，这个9层塔、哦。第一天呢，打个3-5条，然后第二天又打2条，现在是第三天打1条。哎呦，一天不如一天哦，这怪哦，难搞哦呀。好、哦，现在来称一下，
200块钱卖给我，我把它切了，你也有的吃，好不好？先放下先。你看这个塞，你看见没有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的。好。现在给这个鱼呀，放下那个精华就来。哎，上下这个九层塔有多少斤啊？看一下够不够今天的日供。哎呦，这条鱼不小，5斤7两啊、哦！这条鱼好肥，这条九层塔，峰哥说等一下拿来吃上啊、哦！这条鱼等一下就自己又吃上了啊、哦！这条就你们就是你们得不到的鱼，这块啊，等一下我们马上搞啊、哦！啊，好了，今天呢呀，没有什么鱼，就一条啊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